这串数字是什么意思？能。啊，你用的是九宫格，老年人的土味情话。你是不是搞错重点了？带你吃饭去。去不了了，刚接了一个急诊的手术。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刚通知的。我先换衣服。那你赶紧去吧，我等你。哎，你去找小夏吧，去他后院休息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夜晚很漫长，但因为等的是你，也变成镶着金边的好时光。想和你吹风淋雨，接天上掉落的冰雹，听夏夜聒噪的蝉鸣，做尽一切蠢事，都只和你。手术顺利吗？这粥给你，还没凉。怎么了？让他转过去。温师兄，你女朋友让你转过去，她害羞。来，温师兄的女朋友，嘴巴张大点。啊，好好，刚刚那个好。好的，温师兄的女朋友，头抬高点。好了，等下我开点药，回头消炎了。再看看要不要拔牙。等一下，你这个智齿的位置和形状很有特点，正好可以丰富病例。啊？欢迎夏女士，不介意我们拍智齿吧？不介意。她怎么样？嗯，是个美人，有御姐范儿。就算脸肿了，也是个肿脸美人。我问你病情。问题不大，智齿发炎而已，拔掉就好了。就是这两天吃饭是个问题，要多吃点冷的和软的。好，知道了，谢了啊，回头请你喝饮料。这张，行了行了，照片就别拍了，看看就得了。